你不是大学生。我刚满18而已。你才刚满十啊？感觉不出来、欸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我几岁啊？啊、听声音的话，我觉得应该20几哎、欸。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人吗？奇奇怪怪的人，所以我算、不算白嫖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信。你孤单吗？你寂寞吗？你是否会在深夜时想要有人陪你玩游戏，但是却没有人陪你一起玩呢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，但是我会。最近有在线上看到一个秒约的，应该算是网页的部分。我要用五种人格跟这些妹子一起玩游戏，看看他们到底会有什么反应。分别是神经质、没耐性、高冷派、胆小、狂派五种人格，看看他们到底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来找挑看起来比较顺眼的，有没有？我想要人家陪我玩呢、我想要人家陪我玩，我看小公主。怎么办？我来了，别砍我啊！你想要跟我一起逃跑吗？我一定不会随便放生你的，那就跟你一起殉情吧！如果想要追我的话，那我就要开始逃跑了哟！哇，小公主还 cosplay 嘞！你现在可以玩吗？我现在好无聊，陪我，陪我！小公主，小公主。我喂 ，Hello， 嗨，你是小公主吗？听得到吗？有点小声。你的名字叫什么、啊？你叫我老百姓就可以了。那个游戏 ID 3813。3813218。可以吧？好，有了。我要怎么加你？嘻嘻小公主。我有加你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有了。附腰是不是？嗯。等一下，我心跳了啊！好可怕、欸！你在哪里？我心跳了。哦，没事。我好像看到了。没事。他为什么又追我啦？看到了。我不要打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你先等一下，等一下去救你。有人救我的耶！不要追我啊！没事。啊！对不起啊！他倒数计时，我是不是死掉？我不知道耶，为什么会倒数计时？我不知道，倒数计时会死掉是不是？我从棺材出来了，没事、那可能是你的那个技能。我迷路了。有没有看到橘色的那个？没有啊，我就看到太阳而已。一直掉啊！逃掉吗？你往橘色那个大门。哎呀呀呀呀！哥哥啊！不要打我！笨蛋笨蛋！哎呀，我被他恐惧啦！救命啊！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道了。咬掉了！哇！好吧，啾啾。我死掉。现在剩八分钟，再玩一场的话可能会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玩完之后看时间。那我开始喽。有人在猜嘞。这是你吗？园丁是你吗？不是医生，不是医生。他闯过我这边了。我看到我的棺材了。他说我记住你样子，应该可以用，应该可以用。可以。等一下你被抓，我可以救你，不用怕。我怎么卡住了？没关系，你有棺材，不用怕。他手势太好，他手势他被我骗了，可以。可以嘞，这个弄得好。上当了！我现在要怎么做？我现在要做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橘色的那个地方？有，我要去那边是不是？去找橘色的那个，对。我把门打开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没关系。不行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不用怕。没事。
他今天去另外一门找我了，一定在另外一门找我。在哪里？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。好，那你进来。走！咦，我们过来！我们两个超丑。咦，真空，咦。那时间到了。好啊，我要怎么给你那个什么？你说苹果还是什么？好没有。你在我的页面那边可以送礼物，看你想送我什么都可以啊。这样是不是有了？这样是不是有了？谢谢你。对啊。OK， 谢谢。其实我刚刚是在拍片。哦，是哦。其实我刚刚在角色扮演、啊。那是我的其中一个人格。那么你频道是哪一个啊？我叫平民，我去订阅一下。我叫平民百姓，这种东西是看到了，好多订阅哦。不会，就还好。惨了，我要被笑了。不会、啊，这么烂。不会，这游戏玩是玩开心的、啊，那并不是说一定要看技术或什么的。那有机会的话再一起玩吧。OK。好啊。好，谢谢。那个，你可以帮我放一下 IG 吗？放IG 可以啊。感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的，接下来为各位实测是没耐性的人格。卡紧呢，我就急呗，紧呢，怎么都不理我啊？不是秒约吗？我约了好几分钟嘞，两分多钟嘞，轩轩说可以约喽，那我先下单喽。Hello， 嗨，哎，我要加你好友吧？嗯，我加，等我一下，我开一下。你要快一点，我赶时间哦。哼，我说你要快一点。好，我打开了。你不是说你很赶吗？那你怎么会下单？哦，我很急着要玩啊。哦，对啊。哦，我很急着要玩，我很无聊啊。你叫什么？你陈贵？我用名字找。巨霸平民百姓。哎，哇哦！你在笑什么？没有。哦，好，你赶快叫吧。你是书显是不是？还是冰宝？没有，我的头贴。不是这可以用自己的头像吗？可以啊。你叫我的游戏 是第五人格吗？你下传说哎、欸。哪一只比较好？这只啊，现在这只。佣兵是不是？嗯。佣兵可以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护士可以救人、啊。等一下，你不知道，你跟我讲说这只很好是吧？医生跟军人最好用。那你叫我挑这一只。嗯。搞骗、啊。你要准备好救我了没有？嗯，好。啊、准备好、哦！哎、欸，我被火车撞到了，靠，我死掉了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直接就去了、欸。哈、欸，我在掰卡，我是不是因为刚被撞到一次，所以现在掰卡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打针？是不是？很哎、欸哦，可以。太恐怖了，好紧张啊！哎、欸，你修坏了。对不起，快！哦，好险！走，啊，里面招一堆。你要去躲耶，你是不是要跟着我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跟着你走。好 follow my tempo， OK OK、欸。他是不是在我后面啊？帮我看一下，赶快你回头，有吗？他有在后面吗？你就心跳掉，可是心跳好快、啊。一颗心不动的狂跳，一整天烦恼全忘掉。他在那边，他把别人抓走，我等下去救他。我射他。哎、欸，这开炮怎么用啊？不会用啊！这冲子啊，为什么难开炮啊？就他觉得我在引诱他，其实我不会开炮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么快啊！赶快，去门口！我已经开门了。你开门了，这么厉害，在哪边？我已经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哎、欸，过哎啊，不错哦，干得好哦，不错。啊，全部都护士好了，护士 OK， 走。太多护士了，没关系，就互补互插、啊。你在哪里？其实你很久没玩，我跟你讲，我在哪里，你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应该不会是在你心里啦。哎、欸，没事，好，继续。啊，我诱他。啊，天哪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重新连接伺服器？我靠！靠呀，我断线啊！啊，我死掉了！哎呀！哎、欸，谁啊？怎么一开始就被抓的感觉啊？巫女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就在旁边给他修起来。对啊，那个快死掉了，他应该追他。对，快点让我去救他。他也不想让你救，你要一直狂跑，你知道吗？小贝要不要停啊，小姐，不要一直跑啊！哎、欸，一直跑啊！想说我们是鬼是不是、啊？看你不看他一直跑，哪里人呢、欸？我在旁边，在旁边修自己。赶快进来，进来，可以，哎，全部走了。好，我帮你看啊。哎、欸，走旁边一点，你被火车撞啊！哇！
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应该是故意的，我知道，我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快陪你玩到一个小时，哎，真的，配合度高，好不好？基本上玩家指定的东西都会达成，这样好不好？达成，这样 OK 了啊、哦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第三个人格哦，高冷的姿态，我们来找这个陪玩，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我看一下 ，Hello， 要一起玩吗？不错，他也很高冷。等一下，不是他很高冷，我也很高冷，我觉得这样就不搭嘎了。整场可能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会开始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夜，睡着的大提琴，气得咪咪喵喵。可以陪你玩一般欢乐场或是排位，也可以陪你一起当双监管哦。哦，都可以的意思哦。可以做一张照片、啊、OK 了，高冷高冷高冷，扣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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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冷冷，高冷高冷高冷，不要开玩笑。喂 ，Hello， 哎、欸，我不太会玩，因为我算回锅的，看你可不可以教我玩这样。教你玩吗？所以你是学生就对了。大学生，你不是大学生。我干满18而已。你这个男生啊，感觉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我几岁啊？哦、听声音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二十几哎。二十几是几？二十二。哦，大概成熟了七八岁左右。像现在你们现在是一条密码机尚未破译嘛？对。然后如果你把它破译到剩一点点，就最后一点点的，那就算是压机。哦，我懂意思了，故意不破就对了。哇，他不帮你扛哎、欸！我这次要挂了吧？我已经弄那么多次了。对，挂了。去了。打去了。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你赢一场。好，这就靠你 carry 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嘞！你看我。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我在你后面啊！你看我，你听。鬼在我后面、啊、鬼也在我后面呢、欸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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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懂，他是好的，他是好的，他不会打你。你看，欸、为什么？就是他就活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赢啊。我还蛮喜欢遇到这种的，这样很轻松哎，就可以跟他玩。然后我本来想说还要认真玩一局，本来要秀一波，结果没机会，有没有？对，没机会。鬼在这里，你跟我们跳舞。他们在努力修，然后我们在这边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的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。等一下，你明天不用上课吗？是高中生而已。那就请假这样。请假？对啊。为什么请假？欸、心情不好，所以。屁啦！心情不好可以请假，高中生哎、欸。翘课了，好不好？这样讲比较好扯哦。这样讲比较实际一点。现在的高中生都这样吗？我们不是差两岁，为什么感觉再差那么多？你是真的请假啊？没有，就翘课啊。真的假的？你是不良少年吗？我觉得不可思议耶，怎么会？你是不正常的学生？没有，我很正常啊。我可以问一下，理论上应该我也可以去做。可以啊，就是你可以直接自己申请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入住当陪玩这样。你这样玩，你应该没有男朋友吧？没有啊。哦，不然应该是没办法受得了你这样玩吧？你说跟人家这样玩吗？哦，我就算没有，我也觉得我受不了。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人吗？奇奇怪怪的人，我觉得就像白嫖吧。白嫖。白嫖的哦，玩一玩然后不付钱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是玩超过的，所以我算白嫖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啦。我应该要把那个录音改一改，我觉得那个好烦。我再听一次，等一下。不要再听了啦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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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听了，我不想要听。哎、欸，所以听到这些声音，对不对？不要放到，不要放那种听到，我觉得很烦。好啦，不要再放了。好，OK OK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挑战胆小的人格。早安 ，Good morning。早上6:21，我就是等着有人陪我玩。好，小三，你要保护我姐姐，姐姐你要保护我姐姐。Hello，Hello， 哎、欸，我跟你说哦，哎、欸，因为我刚睡醒，所以我反应会比较慢一点。我反应比较慢，没关系啊。你为什么没睡啊？啊，那就。睡不着啊！啊，我
我一定会拼了命的保护你的。虽然我才刚起床，我完全不知道大家的功能是什么、欸。哦，是哦，完蛋了，那怎么保护我？我用肉身保护你啊！等一下就交给你的肉身，那个保护我的精神。哎、欸，旁边有鬼！我旁边有鬼！啊，我旁边有鬼！我旁边有鬼！别我刚才想说，哇，你也蛮激动的，结果发现我叫更大声。我胆子小。嘘嘘。啊！嘘，你弄好大声，赶快，他帮你治疗。往前走。哎呀！哎呀！被找到了。受不了啊！好，让我醒一下呢，我来当个园丁好了。啊，完了，他好像很强呢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你看他 skin 还是什么东西？嗯，那种感觉。我看到你了，你来了。我在你旁边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在我旁边。哇，我们是完美二人组哦。啊靠！哎，你胸坏掉了。哎呀，我也胸坏掉了。哎呀，冷静，冷静，没事。有没有电到？电到一下。我指的是游戏里面的电到。哎，走。哎，走。在你后面，快跑。啊！快跑！我在跑啊！快跑啊！对不起啊，我要先跑了。没关系。怎么了？你被抓了？没有，被打到了。就到！哇！快走！而且我把谁呀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别紧张，你这样我也好紧张。我会怕嘞。啊，可以了。我们有要救谁吗？那个佣兵不用救他啊。他叫我们快走。叫我们快走。走。为什么一下就心跳了？真的啊，我也是，决定来遛他。这么厉害？哎，你被他打到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去救你！哎呦喂！不要打我！哎，我卡住了，打多利西亚！哎呀！被你笑死了！怪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走路吗？我看到你们了，在这里，你们两个的姿势看起来非常的暧昧。谢谢你，我的小护士。那我现在跟你这样不是更暧昧吗？没让人受尽委屈。你要在旁边，在旁边。好，去救你，等一下哈。没有，按到了。他被我甩开。我跳心跳了。我看到你了，来吧，在这里，你赶快出来，就不会心跳。哎呀，赶快啊，快跑！有！好，今天跟你玩蛮开心的，对。还好我有及时醒过来，这是缘分。有你是真的心情不好吗？没有哎，但是跟你玩，我心情会变得更好。啊、很会讲话、啊，对啊，这事实啊，真的、啊。对，所以你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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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不然你现在想听什么？那个是不是？你知道我刚唱的什么那首歌吗？离骚。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。看着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对，哎，不错，唱的蛮不错的，还行吗？还行吗？还行。那时间差不多了，好的，我们谢谢你今天的陪伴，谢谢你。OK， 谢谢啦，好，拜拜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挑战人格是狂派的人格，就是在下本人我啦。哎呀，看一下小柯基，还有小牙套哦。我来讲起来，哇，怎么跟你的车上都不知道呀？他们以为遇到疯子。小柯基，小三，有听到吗？有。Hello。我加你了。柯基咬屁股，看到了。那为什么要叫柯基呢？因为之前有染头发，柯基的毛色不是黄黄的吗？哦，所以才叫你柯基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又小小只的，所以我可能觉得很像柯基。啊，为什么要咬屁股？因为柯基的屁股很可爱。哦，了解。
哎、欸，怎么一开始就他妈心跳了？你要加了吗？哦，那你要躲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佛系是不是啊？你是站着没有动吗？对啊。啊、不是啊，我技术好了 ，OK 啦。他看到我吓到了，哎呀，是这样吗？真的啦，他看到我吓到了哦、喔。你不是野人吗？拿住撞他。但有一些很多都是假佛系，就是一开始先佛，他刚开始对，然后到最后你们门开了之后，一次把你们扫掉，对不对？对，扫掉。那我试试看。哎，他真的打我嘞！啊，真的打我！哎、欸，搞怕嘞！哎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救一下！好，打针。哎、欸，我们那个名字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什么屁股治疗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看到关键字了。不觉得柯基的屁股很可爱吗？因为他的屁股特别的晃。对，就是他尾巴短短的。哎，炸鸡喽！看到了。我故意的啦，我想说引诱他过来，我看看他会不会，他是不是真的会打我们？这样就过了耶，这是佛系的。对，我们去打点刺激的。我们先来打八人一场，你知道我每次打八人都会很紧张啊，因为尽管只有两个、所以你可能一次被两个追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心脏开始跳，多起来。我想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的地方了。OK， 他没发现我哎，骗过他了。哦，多起来。看不到我，怎么塞那么多人在我旁边啊？干，结果全部人都要塞这个洞，这个好笑了，这今天最好笑就这一场。哎，这是你啊？不是哎，另外一个技师。不是我，对啊。不行啊，我要你来救啊，他们来救啊，没什么感觉。哦，走。有人救你吗？有。你过来我这边，看到位置吗？我这边有地窖。好，那你往这个方向走来。对啊，这样绕过去，我是要摸墙壁啊。有洞，前面有洞，对，走那个洞。哦，可以。这边。哎，进去就好了。欧了 ，KO， 哈哈哈哈哈哈 ，OK 了。哎，好像蛮简单。棒啊！你会不会觉得我怎么会有点夸张？夸张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震惊的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哦，还蛮震惊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这样算很震惊的，一个感觉。对。好的，这一次百姓用了五种的不同的人格跟这些陪玩，不管是聊天、打屁。哦，玩游戏甚至试着想要跟他们吐吐苦水，讲讲心事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其实很是愿意倾听。那如果喜欢百姓今天实测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订阅，旁边再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实测消息。如果想要实测什么的话，在留言下方来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